还是那句话，之前进过房间的小伙伴就让他们不要进了，把连接的机会留给其他的小伙伴。好的，稍微等一下，战地图我测试玩过几关，特别有意思，每个关卡都不一样，而且想要通关那个当前的关卡要找这个 NPC， 他会告诉你怎么去玩。好的。咦，踩你头上了，稍微等一下他们吧。好的。想搞个木鱼这个 ID 我过分了。厉害厉害，牛逼，应该满了吧。来吧，咱们直接开始游戏吧。好的。先看一下，选择一扇门，做出门上的表情，开始闯关。哦，这个有意思。我选第四个。我选趴着。我选生气。这样子会更好玩一点。好，再往前。生气。我选。哎，你们别这么快呀！我们后面的人还没过去呢，怎么全往这边跑了？完了。全往这边跑了。对啊，都想黏着你吗？不行吗？哎，这怎么过关喽？你们这些人，加油！真的是这，选其他的关下去啊！加油！哎呦啊！加油，哥哥，加油！我服了。你换算了，我远离他们吧。加油！好，第一个是哭，第二个是爱心，第三个是。卧倒，第四个是开心。好，我这一关好难，再来一个哭。过来了，我的天，好卡。这一关怎么过？这关怎么的？ NPC 呢？ NPC 哪去了？不知道。是不是要做点这个海洋球？哦，点这个球，点这个球啊！我过来了，飘！水底下好像还要有弹簧，会被弹走。哎，你是不是开挂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你怎么飞过去的？我怎么一直在飞啊？我怎么一直在飞啊？先看这一关的玩法。跑步机每两秒转换一次方向，把握节奏冲过去。哦，哥，这个切换在第三人称。哥哥，好不容易，干什么？我的天生，跳啊！哥哥，我也有我的烦恼。你们能不能不要给我跳同一块板板？哥哥，讨嫌！哎。好卡，怎么回事啊？是微缩太多了吗？是的，而且这微缩都会动，肯定需要很多什么指令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去换第三人称，等一下，这个过不去，跳到这边来。哎，这个已经转换了，再换这边。跳这边 ，OK， 快冲啊！哎，过来了，看这一关的玩法。哥，饥荒之旅，每走一步消耗四个饥荒值，饥饿值，哦，要碰这些动物来获得饥饿值，干什么？你看头上，抬头。好，先碰这个猪，再碰一下。你看我越飞越远了，离你们越来越远了。哎呦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不能碰那个，不能碰那个萌宝，也萌宝。哦，说的是你。哎，我饥饿值还在，为什么扣我的血了？不知道。小猪。快走快走，往前面跑，我饥饿值还在。小猪，完了完了完了、
哇、啊！最后一下，碰，不能碰眼萌宝，好难受啊！完了，前面这个羊，哎呦，完了，怎么过？不刷动物了，这里啊？对啊，怎么过？先碰一下这个猪 ，OK， 野萌宝千万不能碰。老王，救命，老王！羊，再往这边，羊，这边的羊，哎，我感觉出 bug 了，我有饥饿值，为什么他直接扣我的血啊？不知道哎。老王，救命，老王！老王救命！老王啊！加油，哥哥！哦，小动物，快来！老王！快！前面那个羊啊！好难啊，这一关。要找到诀窍。他不是扣玩法，不是扣那个吗？不是扣饥饿值吗？为什么？老是扣我的血啊！饥饿值没有了，他就会扣血。我饥饿值是100的，那就是卡 bug 了。我这边饥饿值一直显示是0的，还。完了！旁边刷动物，快！我过来了。回点血，稍微等一下。Hello。回血！哎，这个野萌宝过分了。很 nice。哥哥加油！OK， 老王，救命！这野萌宝会吃动物啊！你面前突然刷出来一只，好恶心哦！全刷在我周围，有点过分了。你到哪，它就刷到哪。好惨！气死我了！好惨一男的！快！这里好多动物，左右躲他们。救命！啊，这么多野萌宝！哎呀，加油，哥哥，你可以的！快，羊，让我碰一下续命羊！野萌宝，你走开！续命羊！哦，老王。羊和猪哪个更续命一点？牛，肯定是老王呀，老王是60点。完了，野萌宝，走开！刷动物呀！我这旁边不刷动物了。后面有个猪，后面。你看后面有个猪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碰一下，野萌宝，你走开！你在这里困住了，你被这里困住完了！哎，猪！哎，我觉得我可以跳过去了。哎，过来了，很 nice， 对吧？看这一关，哦，要躲避那个滚木。我现在只有6点血啊。慢慢它会回上来的吧？我现在有20点。柱子通同学，被滚木砸死了。你接上去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就在你旁边啊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刚刚一直在看着你，觉得很好笑。你到哪，野萌宝就跟到哪。完了，氧气不够。氧气不够，去旁边偷一下氧啊。怎么偷氧？没有办法。走旁边。慢点，慢点，氧气怎么办？快！这下氧气应该够了。他是不是要去云朵那里去吸一下氧啊？加油！母女你是最棒的，加油！这玉林下一同学，你给我走开，不要看着我，你看猴呢？看猴呢？看鱼呢？完了，氧气又没了。吸了点氧气啊！
哎，可以搁旁边来吸氧气。走开好吗？你们讨厌。跑过来了，终于过来了。哎，这有颗星星，我捡不到。我捡。嘻嘻嘻嘻，刚个冰花吓死我了。到终点了。你要从旁边，从旁边，听我的，从旁边有，从旁边有，你还可以那个，撑在旁边那个可以透氧气，从旁边往上游。哎，你们这些人好过分，想把我给挤下去。哎，好像是耶，是可以从旁边透氧气，很 nice， 只要卡住这个点哈。啊，绝了！我就在那个在那个什么饥饿子跑酷那边耗时太久了。当当当，那野萌宝给我作对。哥哥，我快上来了。哎，别动！你别动！你别动！我踩死你！没在水里面会浮起来的，那可不。好了，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，大家都到终点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